就算把它升华好了。那它还蛮强的，是吗？目前赢四次了，什么？什么赢四次？又打和，气死我了！哦，你说哦，你说猜拳是不是？猜拳。小结束的话可以挡西索那一关，很少，我很少升华卡片欸，我很多角很多新卡，像拳皇系列，还有最近什么啊，最近新的有些很快啊 Crash River 吧， Crash River 那个不是很快就有升华吗？很多我都还没有升华欸，要重开游戏，我刚重开啦，我刚不是重开游戏了吗？九颗哦，啊！每九颗会GG，想想就对颜色好了。其实我也很飞，我是七十抽才抽到库拉一只，七十抽才抽到库拉欸，不好抽。那你有抽到七？那你七十抽有抽到小杰几只吗？奇亚六只脸超哦，结果抽到奇亚六只。工程师下有啊，我最近玩那个啊，最近玩那个十字契约。
送了冰淇淋，对啊，这个我看一下超级技能是什么，一回合内以指定的图示的图示开始转服，触发以下效果。指定的图示，哎、欸，我现在要开吗？哎、欸，这个几回合？这个只有一回合，直接洗到小杰跳起来就简单了。对啊，我今天才升华，因为 我只有练他的技能而已。先变身哦。变身先用气龙前开一回合，魔道跳起来变身可以开哦，可以开哦。剪刀石头布，所以他的意思是，三个角落都要消吗？还是什么意思啊？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开一回。不是，不起手，效果看哪个开始就是哪个效果。哦，所以我要不起手，从那个起手就是那个效果。哦，刚刚突然台湾国语，你说我吗？不起手选哪一种起手？哦，哪一个起手就是哪一个效果？原来，可是它只有两秒转哎。石头起手比较好，我都转完了，你跟我说石头起手比较好。好啦，变身啊，变身啊。变身了，然后呢？只要布是自身个人上涨的石头是七倍，然后无视防御，剪刀是变身，请他吃拳头就过了。开二空转他就死了，开二空转他就死了。第二下面30倍，不能空转。他怎么写的、啊？开了空转他就死了、啊。他说的、啊，30全超人，物太少了，不能空转。